Hello，同学，我们继续看类题的20，一样是两线，然后相交的提醒哈，只是今天这两个，一个叫 y 等于 ax 减一，一个叫 y 等于负二 x 加四，这两个人很显然第一个人不完整，但说它的图形呢是交在 x 轴上，记得哦，它们的交点是在 x 轴上，x 轴上什么是零？y 坐标是零吗？所以我就把它叫做 K0 好了，所以它们的交点在 K0，那我就可以把 K0 怎样？是不是先带进完整的这一个人？所以求出 K，K 求出来之后呢，是不是再带进第一个？是不是就知道 A 了？好，开始做吧。来，第一个叫做0等于 K 进来就叫做负二 K 加上4，所以 K 先算一下，当然就等于2。所以我的焦点就确定是20了，那我再把20带入什么？y 等于 ax 减一，所以我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？零啊，等于2a 减一，所以 a 的答案就叫做1/2，结束。